牛奶除了喝还可以干嘛呢？牛奶가조금이라도도움이된다면얼마나좋을까。牛奶泡面，听起来好奇怪哦。真的可以吃吗？이거라면먹은것중에손에꼭대는데지。台湾小吃炸牛奶出现了。이걸튀기는거예요이아우와아진짜너무맛있어。每周六日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美味的广场》。